小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只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啊。身体不舒服就去保健室啊。你不要碰我了。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啊，但请你不要继续做这种事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偷改成绩大表，这样做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你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少在那边装作自以为关心我的样子啊。到头来你还不是只关心自己的成绩，怕被我给比过，不然你会过来阻止我吗？如果我不关心你的话，这件事我早就跟老师说了。好啊，你说啊，你去跟老师说啊。身为你的朋友，我对你感到失望。姐姐，这次模拟考的成绩出来了，是我打电话跟我讲的，我班上第一名哎。成绩也不错啊，听说最近会考上律师执照。对了，小雪，你的成绩怎么样啊？我吃饱了。所以他是去向老师自首吗？好勇敢哦！雨轩，小雪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关于昨天的事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样说你的。不对，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犯错，所以我总是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自己。所以我们还是好朋友吗？谢宇轩，你给我过来。谢宇轩，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吗？你遭到指控说任意篡改班上同学成绩，而且已经有受害者出现。什么？雪清同学还说，你假借登记大表的名义任意篡改同学成绩，而且为了封口。你还是有保养。只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啊。你还愿意当我的好朋友吗？这件事我要跟学务做报告，并且已经打过，还要通知你家长。这已经不是我能解决的事情了。